我是包小新，我们又要来拍剧了，名字叫我和哥哥的旅行。开拍。哦耶，今天和哥哥约好要一起去旅行，赶紧去洗漱一下。咕噜咕噜，呸。再去洗澡。换上新买的衣服，搞错了再来，又搞错了再来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去吃早饭去咯。好吃，啥都准备好了，就在这里等哥哥啦。今天和妹妹约好要去旅行，先去洗漱一下。咕噜咕噜呸。再去洗个香喷喷的澡。换上新买的衣服。就是这个了，哎呀妈呀，真帅。去接妹妹。哎呦，今天穿了情侣服。谁知道你会穿这个，快上车吧。我们要出发了，在这里也教大家怎么去木屋的路程。Thank you.
Oh my god, 我看地图看反了，我们走过头了。啊！看看你的眼睛不好使，第一集就演完了。请尽情期待第二集，在我们开车的路程中，我们撞了多少次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